碧玺被誉为落入凡间的彩虹，世界上所有宝石当中，碧玺的颜色最为丰富。今天凌晨，一块从未离开过意大利米兰历史博物馆、堪称国宝级的巨大碧玺——亚洲玫瑰，首次空降长沙矿博会，与之前先到长沙的缅甸蘑菇之王宝石合璧展出。我身后就是今天凌晨刚刚空运到长沙的亚洲玫瑰啊，它是一块非常巨大的碧玺，大概高度呢是比我们手上拿着这个 A4 纸呢要高一些，体积呢跟我们平常常见的篮球呢是差不多大小的，远看呢像一朵娇艳盛开的粉红色玫瑰，晶莹剔透，吸引了大家在这里的驻足拍照。而这也是首次呢它与蘑菇之王啊同台展出，这也是具有非常大的这个观赏价值。亚洲玫瑰产自阿富汗的努里斯坦省，是意大利米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虽然体积只有篮球大小，但体重却相当于一个5岁男孩的标准，重达19公斤。碧玺颜色丰富，拥有你能想象的任何色彩，它的身价高达数万美元一克拉，是专业珠宝藏家的最终幻想。而更加巧合的是，亚洲玫瑰和蘑菇之王的主人都叫费德里科，大家都说这也太巧了。而这两位世界级的收藏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两枚无价之宝放在一起展览，这是第一次，也会是唯一的一次。It's very unique time, right? It's a unique occasion. We too also, we didn't think there was the possibility to blend together in the same occasion. Actually, this happened also because of the strong volunteer of the organizer, which wanted this two pieces together. He pressed too much.